大家好，咁今次嘅介绍大部墟，暂时先唔知谂啦吓，有啲恶，离谱咗啲啲，咁样就系2015年3月版本啦。OK。都讲咩先？啊系啊，开始前我想讲一样嘢，我放咗喺部黑色板度啊吓。首先咧，我想讲咧，嗱，喺其中一段介绍车站指南嘅片段咧，系可以话咧，系可以咧讲个车站出嚟，讲其中一个你喜爱嘅车站出嚟。点解咧？因为咧，我决定咧会介绍15个车站。舊版本的車站指南，名額有限啊嚇，嚇，即係好似咧 ，OK， 例如我是第15個，嗱，名額剩翻1個，我講啦，旺角，咁跟住咧，一秒後咧，有人話紅磡，咁跟住咧，其實咧。一秒后嗰个系唔可以噶啦，啊嗱，记得重复咧系唔计噶，重复仲要嚟做乜啫？仲讲嚟做乜啫？废话。好啦，我哋开始介绍啦，打到啲时间4分几钟啦，应该咁咧。大埔墟2015年3月嘅版本啦，咁系啦，主调应该紫色、浅紫色、淡紫色，系啦，淡紫色定浅紫色，咁红色框框啦，啊，深大深满满一层啊，白色。啊，喺下车入边入咗白色啦吓，街道图 ，OK， 地标有80个，超多。搵翻搵地标吓，搵埋搵，唔好搵到其中一个员工嘅住喺个地方，啊。冇嘢好讲，喂，系咗啦 ，OK， 列车服务时间，你嗰句 ，OK。冇嘢好讲，讲第二次啦吓，我唔再讲噶啦吓，就讲车站二线，咁就26585，分心咗，7657，2881888，呢个系讲第二线嚟嘅吓。位置图，即系亦我哋所讲嘅车站结构。OK。行到威面城啊，转出车唔得安排，拍头山、西湾、我筲箕湾、响尖沙咀，其他二人帮手，其他自己搞掂晒，唔好烦佢职员。跳到1.2路线图，咦，又唔够4分钟喎，我预咗4分钟噶啦。